为着要来落实工厂危险物品的申报，市府警发局每一冬拢会配合着消防局来针对着劣管的公共危险工厂进行检查，嘛积极来推动企业自主防灾观念，预防灾害发生。而且嘛，呼吁业者着爱重视着公安来做好如实的管理申报，共同营造安全的工作环境。每一年，市府警发局配合消防局，拢会针对劣管公共危险物品的工厂进行联合检查。其中物品的存放和工厂申报，拢需要依照相关规定。市府也呼吁业者做好管理，避免受罚。政府哈，针对危险物品哈，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做一个联合稽查。那经济部在去年11月20日也针对工厂管理辅导法，那针对就是工厂负责人那没有申报或者是申报不实的部分，那透过这个修法哈，将罚则提高到5到500万，这个部分要请这个业者必须要注意。去年屏东工厂的大火事件，就是因为危险物品造成严重的伤亡。对此，市府也积极推动企业自主防灾观念，希望会当预防灾害。我们也希望说，业者他内部也要提高他们一些自主防灾的能力。那我们消防局也会跟消防局这边来做一个配合，希望我们工厂内部相关的一些义消跟民防的组织能够建立起来，那也要参与这个消防局的相关的一些训练，让防灾如果灾害的这个预防，还有这如果是灾害发生之后，那可以来做一个应变，来保障职场啊工作人员的这个安全。灾害所造成的人灾损失是大家拢无想要看到的，不过灾害的发生可能就是因为一挂疏忽的所在所引起。警方局也呼吁业者要诚实申报，做好管理，共同维护社会安全。记者沈墨颖，市政府采访报道。